一口烟子，一口酒，那活的就是酒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四，今天挣了500块，走，送我回家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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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滴滴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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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才100块钱买一牛月羊月，这个天冷回家拴个猴窝吃子。呀，小妞，是啊，刚买的，你猜猜买的？这羊吧，羊肉牛肉，这个咱吃个羊肉火锅。你给我吃了？咋吃了？我不吃了。你这看的啥？娃娃羊肉。这俩哪个行啊？那小羊可行。哦，大家都不如小羊。这个行。哦，你看吧，这个买的纯羊肉，做个清汤锅吃。清汤锅，弄块葱姜都洗了，再切点小米辣，等一会儿调个料，加点开水，放入葱姜，再放点枸杞，这东西可是好东西呀！再调点蘸料，再放一个盐，300块钱买的是啊，2斤多的呀！来，咱爷俩喝点，火锅配油，常喝常有，这小火锅配着韭菜再发的。是的，你这挣钱怪实力了的啊，挣钱不都花的吗？挣钱不花等于白搭，都跟那个老火一样，挣钱比我多，挣钱舍不得吃舍不得花，你活着啥意思？我感觉到那一点意思也没有。我挣钱吃着喝着，我存一点比他都强，我还吃身上的，我还穿身上的，这样子牛肉还分不清了。再一锅炖吧，这钱呢可不是手弄来的，钱子往没大花你得赚。一口烟子一口酒，那活的就是酒。是咱今儿干的啥活？今儿往沈阳跑一趟300块，下午要拉4个大单位往市区，挣了200，一个单位50，大单位要单位高。200多斤呢，俺给那个店里小鸭子卸的，那可沉，小鸭子抬不动，叫小孩推推往腰，我不嫌累。咱下来再一次洗活，这个光炖羊肉都炖饱了。成天不挣钱，都往这头投资的，今修车的，明修车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四，今天我上谁送一车小鸭，15公里，老板出价150，走出发。这会中啊！这不麻烦了，你啊！耶，这还得一中耶！啊，这一点钱没我大呢耶！这咋弄？这咋弄？不过咋弄？走着走着带又烂了，哎！这个要不挣钱了，我看哟。这两个都得换换吗？啊，这两个都得换换吗？喂，他烫手喂，嚯！真是跟他扎进去的，他真会扎的。真扎个顶啊！嘿嘿嘿，哎，你看这耽误事不耽误事？是啊，我咋看着这磨得很啊？这两个工人都在一个工人吃一点磨的了，成天不挣钱，都往这那投资的，今修车的，明修车的，挣的还是不够往搬的钱。就好了，走了，到饭店来，咱吃个饭再给他送。要一大碗喝凉面。哦。要来一份喝凉面，要一份烩面，咱弄个凉菜。是的，你补贴花多少钱？70块钱。啊？70块钱。补贴补个贴要70块钱。补个贴换个贴。两个轱辘。两个轱辘都换了。啊。那你这一趟150减70还落多少钱？150减70那没80。我往吃着饭加油的也挣钱吗？吃着饭加油不落钱。那你整天干的啥呢？那你咋弄歪的？你那车坏了你没办法啊，这一趟又不挣钱，白班。白班啥意思？白班就是啥也不落，白班不都白干吗？是不是？真的，我看到了，真的饭可呆可美。哎，爸爸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哎，弟，你晚上有没有空啊？人家想吃烤鸭了。你没想吃烤鸭嘞？你大碗真实惠呀！第一，这一碗面才8块钱。
这两天闲了，我过去看一眼啊。那下午还有活没有呢？有啊。哪儿的活？还是市区的。哎，仓库吗？嗯嗯，快点。取货。大家好，我的老师，今天可厉害了，仓库刚才打电话了，来200房货。200房几车？200房得17.5米的车，这一车等一会儿俺5-6个人卸。现在8点整，看几个小时管给他干完。17.5米的车，4个小时5个人刷完。饿坏了，都吃个饭去。下来吧，老师。都是天热，都下去咱吃了，反正都来还凉快，喝便宜更贵。走吧，走。今儿我请你喝，明儿你请我喝，是吧？跟你田总俺俩老搭档了，来。日子提前了啊。跟你田总俺俩在这个仓库半年多了吧？那半年多了。天天在给我装车。一个家30多度，34度，你咋不急？我头皮子麻呀，我塞，塞，那叫我塞。给你吃吃。黄瓜丝老面皮儿。我老师吃好没有？吃好了，走。好了，走。天叔，咱三大妈凉快凉快你，走，凉快凉快再干。哎，累回来。这年就热。嗯。现在温度就高。30多度啊。34度几个，哎呀，后天差不多，后天温度下来了。食堂能干一上午，管多多少钱？上午一个人挣1200块钱。你上午挣100块钱都不少了，赚钱都不好挣啊。到下午再耍两趟，相当于200块钱呗。哎，下午再耍两趟，挣200块钱，挣300块钱还少吗？嗯，不少嘞。食堂，你的车不加油吧？烧了水，烧水了，好嘞。俺食堂这心态好啊，他叫这干活当能锻炼身体。那是嘞。也吃饭了，晚上跑步的也是锻炼身体，这又挣钱了，又锻炼身体了，一两袋。光一天叫3顿都还吃不胖，从这样的瘦型体型。食堂你现在多少斤呢？116。116。啊。江叔，你多少斤？江叔，我比他重多，我170多。170多，你抓快快抓不住了。傻丢，算抓住成了。足足150的也是杀走来的，170的抓走来的。我说那傻娃来个这你。走吧，走，咱再去送辆车去。走，咱别小看这地摊的手艺，咱煮的比大饭店煮的好吃的。大家好，我老四，今个又接着活了，给一个老伙计拉一车寒假。咱现在到地方了，给他联系一下。是吧？哎，这一趟活多少钱？20多公里不得给个150吗？我谈价钱吗？哪给他谈了没有？这都老伙计在打电话嘞，打给他要钱嘞。现在啊，老伙计，喂，这天真热啊，得有40度。走了，出发了。今个是真热，比三瓶都水的。再热也不赖，老伙计给200块。咦，那不让啊？走的都不少了，200块钱。现在比现做强了多了，现在挣的够吃饭的多了。走，咱弄点饭吃的去。吃啥饭啊，老板？再给我来个小酥肉来。这盘小酥肉得劲呐，这盘才10块钱，光煮两会儿啊。搁这吃饭最得劲了，又凉快又瘦，好吃好吃。啊，这老味儿嘞，这比大饭店弄的好吃的。他大饭店弄的都是跟你那小酥肉也是水一泡了。等我弄的快正了，光这一盘再搁饭店待3次。好，吃了还老。一旦番茄小酥肉老面皮儿。你可别小看这地摊的手艺，这煮的比大饭店煮的好吃的。这味道真不赖。那一份面多少钱，大姐？
菜，便宜也不便宜，一般话吧。便宜便宜，这个饭店是人饭堂小老吃不完。那不是不敢给你老妈儿。全食全下不用。这一碗面才8块钱，这可上哪吃月的？这碗吃的真得劲。走，送我去。